因为拥有骇人肌肉的母亲称，尽管有时自己的身材会吓到小孩子，她仍然不会停止塑身。超级老妈 Lorna Bingham 在剖腹产诞下女儿一年后，参加了英国女性健美赛决赛。这位40岁的母亲和自己31岁的伴侣每天清晨5:30就会起床，好在送孩子上学前做一些有氧运动，接下来她便开始洗衣服、打扫房间、喂孩子、换尿布，展开忙碌的一天。这期间她还会做一些举重练习以保持健美体型。一位拥有骇人肌肉的母亲称，尽管有时自己的身材会吓到小孩子，她仍然不会停止塑身。超级老妈 Lorna Bingham 在剖腹产诞下女儿一年后，参加了英国女性健美赛决赛。这位40岁的母亲和自己31岁的伴侣每天清晨5:30就会起床，好在送孩子上学前做一些有氧运动，接下来她便开始洗衣服、打扫房间、喂孩子、换尿布，展开忙碌的一天。这期间，他还会做一些举重练习，以保持健美体型。